This group have people.在这边祝大家，祝大家牛鸡双拼，买一送一，赞！在这边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牛年行大运，祝大家！如果你打麻将输的时候，或者是赌博输的时候，牛起来，不要承认，赶快跑！牛起来，脾气牛起来，牛年牛一波，好不吉祥感觉。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！每一年不是都有个什么年行大运吗？啊，大家就想说要抢特别的，我就想最老套的。哎，我知道了，我要讲跟健康有关的吉祥话。好，牛宝安康，牛宝硬要凹。牛宝安康，好 ，OK， 很好。你刚刚是说什么卡通？什么老司机什么？宝宝，宝宝司机，宝宝是，宝宝是。你们最喜欢什么柱？我最喜欢岩柱了。我们已经在看《咒术回战》了。哦，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太棒了！我去调侃一下音乐。哎呦，你来了！我没有迟到很久。啊，你看我不接电话。两点半吗？没有，我不两点半吗？昨天工作我就关静音，然后我就不小心没开。OK。才拿来抓我的。没有，我干什么打你？我迟到，我活该，我人。我来一个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已经教训完自己。可以让我打吗？头发是你自己用的吗？对啊。蛮厉害的，算是 OK 啦。没有，我其实今天很 OK 的。我今天其实不是迟到，我的睫毛让我用了20分钟。我化的不是妆，我化的是尊重。粘了又掉，粘了又掉。哎，新好奇，大家知道宠物这招已经没用了，现在改进吗？没有，宠物这招不是没有用，是因为他们今天真的没有造太乖，我没有办法错怪。三月去牧药很棒啊，好棒！哎，你们去牧药，我给你们去一个牧药的拍手。哎，好了啦，你刚刚就在那边啊，这样，好好，这样就不会再看到你了。这是我们全新打样的东西，听说你只要这样子，在皮。哎，来来，大家亲戚来拍照啊！不是，你这样子就自己手拿就好。没有，距离不一样，差那一点距离。你知道差那一点距离，我的脸我可以进来，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是。有位置啦，有位置，不会掉。新正门，没有，那还好，反正就是我有用中正门。来，木星要介绍是怎么清洗它。哦，来清洗呢，你就是整个拔下来，拔下来以后呢，这面也黏，这面也黏。打开你家的水龙头，往温水的地方开，接着这边洗洗，搓搓搓，这边洗洗，搓搓搓，然后这样放。你要这样放哦，你如果这样放，你就白洗一场了。你一定要这样放，阴干。就可以直接手机拿着再贴着继续无限使用，无限使用哎，而且我们才卖100块吧？对，你去餐厅你不一定会带自拍杆，对不对？那这时候你就是粘在餐厅的窗户啊，或者是只要是镜面的，对对。请问礼貌在哪？好不好？请大家锁定我们的新周边商品喽！讲一句公道话，我就是不喜欢你啊，我也不喜欢你的酒。哎，好了吧？特写，先特写我们。这种是我的笑点。你要讲，你要讲。
什么，我们用感觉论。对对对 对。然后重点就是接下来就是一圈。哦，一圈。然后我们嘴巴开始嚷嚷。啊，不要这样子。圈的爱，这是什么东西？你一下，两下，然后喊回来。然后就是怪我们这一次。这可以设定 BB 卡。你刚刚是这样进来的哦。对啊。那他把那 BB 卡进来，然后别人是没有 BB 卡。你有新的 BB 卡，你不把我们的 BB 卡还给我们？我想说，哎，你们应该是重新设定一个新的了吧？啊，那别人旧的就不用还人家哦。哎，他那个就是一张白色的卡，那个是退租要还人家的。哎呦，还好没有用不见。我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走进公司。我原本是用一张悠游卡，然后借给他，他就再也没有还给我。可是没关系，因为接下来我们有自己新的悠游卡喽，耶！哇，超可爱的，而且这是我跟翼龙一起想的。你要讲一下它是什么设计概念吗？是一个以全宝宝原型的 logo 结合一点马里奥的元素，马里奥的元素算是二创了，致敬马里奥。这群人的迟到排名，你可以排看看吗？我吗？对，我排哦，就排我七个。你说迟王排大家迟王，然后排就是，我就最后一名应该是石头，石头没有迟到过。我皱眉头。哇，他开会想迟到是不是？对啊，整天都迟到。真的吗？可是他拍片没有过啊。就是你们太晚到了。既然你们这样，而且没有结婚生子的，有小孩这个借口，其实蛮好的。到了，他有芋头可以当借口。那今天直接说，哦，黛玉华芋头看一下。对，小孩子招绝。应该是木星吧，最后一名。我吗？因为我觉得你蛮常找到的。他好像是在家也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，所以就先出门。对，然后木星石头啦，好，因为木星算是提早到那一种。好，尼克其实也不常迟到，他今天发11点。他40分才到，是哦，对啊，那就他就这样子，他不迟到，我记得他也不常迟到，我在那边乱爆料，我之后是真的，我觉得真的蛮常迟到。展瑞哦，展瑞跟董仔，我没有，我找到，展瑞跟董仔有一点平均，我跟董仔平均，董仔最近很没有迟到。我就是看没有，而且常迟到，对，最近我每次到的时候，我都会等董仔，那展瑞就第4名，这样好不好？哦。我觉得他是最近掉的，不是我这很客观哦。我们要帮董仔讲话了，但他最近业配量也算多，也忙啦，也忙啦，就开始迟到，人会大牌嘛。然后，大家好，我是小芋头，祝大家牛年行大运，扭转乾坤，红包都给我，我的口袋有多深，就给我多多。